天还是靠整体的，能够吃就好。我们也不想给国家添负担，所有地方省着。让几千万农村贫困的孩子过好日子，做些有钱人。以前住的是头房，头房还漏，最后这话脱贫政策来了，给我把我搬到的小洋楼上，挖年树也放的包膜大棚子，包了两个棚子，今年大概还能有什么办法。这一茬我能挣到两万多块钱，一共几茬？两茬，两茬，两茬，四万。你们这里的木耳很出名啊，也靠这个木耳啊，我们脱贫致富，小木耳大产业啊。经济在外面奔波，我就在家里照顾老人，还要种地嘛，水嘛都是用肩膀挑得很远的，现在就好了。扶贫空间来了，我们搬到下面镇上来住，也住上房子，你看孩子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，老人看病就医也方便了。乡亲们的生活啊，真像我们城市的名字安康，平利平安顺利。希望我们奔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少，都能够顺利的脱贫啊，确保小康。祝大家幸福安康。好，
风号已经吹响，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，越是艰险越向前，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，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。